奥迪 A4 气囊盖拆装哈，看这款哈，后面首先这四个卡要拆，然后这里要拆，首先我们先拆这里。然后拿开它，把这个气囊插头拆了，拆完这个之后，把这几个胶给拆掉。要松掉里面的螺丝，啊，这里没有螺丝的，把它松掉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可以拉起来了。翻开，我擦深点，把它往上一翘，这拆出来了。